国将来还有计划，就是跟我大姨父。他现在是有过，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我们是让他看到球鞋，将来可以上去上路，那就也不会去影响到附近的还是要给你有的方便，但是如果不是往上想的话，我还要加强比赛，换一些酒，这个是我就加一台机会跟公路时代讲过很久，公路时代很好的加一台，加一台数目的时候，我看别人了，然后他看完半边，所以公路就很大，这个我们才不得已，因为这个是公路就是路要多久？基本上来说，换一些你可以看到会上几千人做那些快手，哇！但是经理很高兴的，他说哇，我也没想到可以有这样的变化，照镜子朝向前来画，然后水还是要有，还上面还处还不很顺，将来会顺。说我投资这么大的心力。这么多心在这里，我就把水自己弄好起，然后水岸一定是大家先上的地方。这个平常是过于这么久困难的一个客户。这是大概是这样的。哇，因为我的钱我还没有，我是准备明年底把它钱跟前线完成，那后年出国际研讨会。这里面是要求，因为他们不相信说这个这条河川既然可以对要死去的河川，要消失的河川就会出现，所以还要去做国际，那一看他说。